请现任上人无穷老庙天明，明日祖师奉主台湾慈悲，咱无极佛愿天明圣人宫、邦桥道场，以及咱台南道场、屏东道场、彰化道场、诸位道亲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吉祥，以及咱 FV YouTube 这诸山中老真贤道友，善男信女大德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吉祥。南无弥勒佛，请放掌。啊，咱邦桥正的诸位道亲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吉祥哈！这礼拜这个师父拜三都要在咱邦桥道场，但是礼拜四、明天师父在彰化道场，礼拜六会在屏东道场，礼拜天在台南道场。啊，这个礼拜刚好是师父是都比较的在南部比较多哈、哦。那也跟各位报告一下，那礼拜天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妙真师会上来的哈、哦，会上来的。好，那么。今天师父要讲的课程是要讲龙华三会弥勒净土，弥勒净土这个末劫救世明灯，就是说咱这个龙华三会弥勒净土是末劫救世明灯。各位道亲，弥勒祖师的这个净土透过咱道教这个龙华会这个名词，本来就在台湾就非常的盛行，非常的盛行。但是真济人，其实咱这个龙华会其实是哪要讲的是咱道教，可以说是传播的比一贯道还要明显。但是呢，很多人都不知道龙华会其实就是弥勒净土，啊，尤其是一挂赵灵山。拢以为龙华会是要去回母娘，要去回什么三圣祖，要去回啥？其实这个都是错的，都是错的。龙华三会意思就是有一个缘由啊。这个龙华初会就是咱太上老君主持的，龙华二会就是释迦牟尼佛主持的，龙华三会是弥勒祖师主持的。那对道统来讲是安尼。那么龙华这个名称又该安怎来？以释迦佛来讲，弥勒佛在末劫应允的时阵，伊将在龙华树园，在龙华树园为众生授记传道，所以又称为龙华会。那么我们母娘系统其实都会透过服软或者通灵的方式，或者是灵驾的方式，来告诉我们，现在道教走的其实就是龙华盛会。但是也有很多灵修道场都知道说现在是走龙华盛会，但是呢不知其意何谓龙华盛会。拢以为龙华盛会就是要来回母娘，要来回现任上人，要来回什么祖，其实那拢唔对。龙华会你搁拜皇君老祖，你搁拜现任上人，你赶快来去弥勒净土。你搁拜王母娘娘，拜五庙，你赶快来去弥勒净土。你搁拜观世音，你搁拜济公师，你赶快来去弥勒净土。爱了解哦。既然你俩道场的名有刻龙华两字，表示咱这就是行弥勒净土。但是你真济灵山道场，你去甲问，什么叫做龙华？伊叫你家己悟。等下你的主就会甲你讲，无讲无代志，哪讲哪会呢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无五无代志，五到尾唔知要五里倒位去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恁阿遐巧，你就唔免去遐修啊，各位清楚无吼？但是你也讲啊，师傅有奇怪，啊，因咧话拢嘛无能代教你讲的。我甲问龙华会那袂晓讲，啊，表示迄阵灵就是无得到，你要注意。师傅，龙华会这嘛是无能来甲我讲的，但是人为什么人无能，就我都讲啊真清楚。我惊龙华会嘛唔是有啥物老师教我，嘛唔是有啥物老师传我。是咱来母牛降三宝的圣人讲的时阵，母牛就解讲咱的三宝由来是啥物，讲甲真清楚。后来师对一贯道、对咱龙华圣会去甲研究，佮对即马佛教、对西引老和尚，伫本来先讲要去多率天内院，对即个维者老和尚讲要去多率天内院，对千罗山菩提寺白云老和尚讲要去护龙华会，佮进的佛光山的即个西引老和尚讲要去承认而来龙华再会。对这高僧大德身躯上嘛，证明着佛教真其实嘛是应龙华会。你要看足济佛寺较早头前拢无采弥勒佛，
你进啊去佛寺内底，你看伊个三宝殿头前绝对采一尊弥勒，采一尊弥勒，但是伊那个讲起个弥勒会错啦。你讲书啊，人弥勒，人释迦佛就明明了讲，弥勒祖师是弥勒佛各位道亲。释迦佛讲弥勒祖师弥勒佛是在伊在世2500年前，无迄当阵要甲伊讲现在佛吗？是不是啊？迄当阵伊2500年前，伊甲伊讲2500年后，当然在讲弥勒佛，袂敢要甲伊讲现在佛，是不是？但是伊有根据哦，伊有讲伊在我涅槃了后第500年，就是弥勒佛弥勒祖师将在莲花就恒为众生受记。第500年就是2500年嘛，对吧？释迦牟尼个进步就是已经涅槃2550年，所以你看咱进台湾这宗教书真大，有极数这宗教书，大家拢是要去弥勒净土，各位唔要注意到无？这嘛是有符合释迦牟尼在2500年前预告落来，这个莲花会就是弥勒祖师将在末劫应允的这个时间点。一贯都对民国18年。就讲咩祖师降天盘，对吧？都一直传到孙思邈民国68年了，孙思邈涅槃都失传，上天来忽然讲道降群星，将开莲花三会。民国85年，上天讲暗转半身，道降群星，无个单团啊。群星讲上天直接要来选现在办圣道。书就是这里安尼算起来，我无什么祖师传给我，就是咱老母家己讲给我。圣人讲这三宝，直接圣人讲英文了有真无？有，有无？有，有，安尼就无问题。那弥勒净土有符合，刚才咱咧讲呢，还是即卖已经三教公认嘛？三教公认。那对圣人家开始，咱就当证明已经是三教公认了。为什么三教？因为一贯都是儒教啊。西引老和尚、维者老和尚、拜引老和尚、信引老和尚，在咱台湾，伊若无信佛教，我唔知影什么叫做佛教啊，是不是？对吧？咱其他佛教敢会比伊较大经？袂啦吼！啊，因拢比恁较戆，唔知影西方极世界伫倒位。甲恁遮伫遐炒饭念两句啊佛，啊做工过念两句啊佛嘞，拢比人较知影西方极世界伫倒位，是安尼吗？所以要跟青阿面，爱阿面，爱，爱跟跟青。你看人家小客要跟一顶烫的舍利子都要去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们算什么、啊？对不对？有这么好法门，咱来珍惜哦。爱阿面，爱。在圣人宫，什么净土显下来有真无？你甲看恁无死，你唔知恁真正去咩了净土吧？对不？但圣人宫唔免等下你死迄一天。因为恁直接看到足济恁的祖先完成祭祖，灵界来皈依去弥勒净土，你看真了假？真的。所以圣人讲，唔免等到你目睭开开，才能证明你救的法是真的。你看咱真有法度，在短短一时间开放到四境道场，顺水未来，可能明年过，那稳定，搞不好进入第五方的开放计划嘛，不一定，是不是？你看咱即马已经足济华裔，顺水呢一寡。啊，这个台商啊，咱一寡这个从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包括香港，还有这个澳门，哦，还有一些啊，加拿大也有，都有一些华裔，甚至很多很多。现在我们圣灵宫真的是走向国际化，慢慢已经走向国际化，而且在圣灵宫皈依的层次越来越高。你看楼下就有一个30年的一贯道的讲师。他的朋友也是有跟他一起来皈依，今天没有来哈，对不对？台南我皈依三个佛光山的佛家弟子，对不对？层次高不高？高。为什么他们会认同圣灵宫？如果圣灵宫的东西不行，他们会不会认同？他们是怎么认同的？就是相信师父的话，一贯道很好，但是一到零不会处理。佛光山好不好？好，一到零不会处理。所以有人讲，师父你呢，你讲比圣人较厉害，无，我无比伊较厉害，我直接公开，我无比伊较厉害，对吧？但是拄到另一个世界，伊真正无比我较厉害，因为伊徒弟都来找我，
啊、我比孙思邈较厉害，张天翼较厉害，无，我无比伊较厉害。伊人一贯都有在结交较大经，咱无在调，是毋是？但是你看，伊个徒弟啊来咧找人，所以这个都无像较厉害。爱讲因缘，各位了解了吼？爱讲因缘，这就是讲因缘的世界。咱莲花会伫道教应文，就是有法来处理如佛无在处理的世界。甚至其他宗教无在处理世界，而且圣人叫你处理，有殊胜、简单、方便无？道教有是处理灵，做够处理，但是那烧到一部车了了，嘣嘣应该足多的，是不是啊？有这啊无啊？哦，物件来烧这钱，就安那烧足这去啊？现金嘛烧真这去，是不是？烧好有当时啊，有钱人阁无要紧的。先惊是有钱小小感觉无啊吼，有钱安尼后边开嘛不一定对啊，是不是？圣人讲爱面，面。所以咱面的净土，这圣人讲有法度显念个真，真正是伫咧救世度世，顺水呢，直接利益众生。无几个道亲来，互咱圣人讲处理好嘛，不计其数。有几个道亲恁来遮修行。要提前来讲无？唔免啦。哦，你看咱邦桥遮有一个去做什么天尊咧，讲贵一届36万，是不是？啊，两个阿我贵都要开72万，人艰苦要这届讲要过来提5万，伊怎啊想想唔通？看到咱视频进来咱遮，对啊。甲问讲师贵一届偌济？我讲随时功德，伊讲敢有可能有安尼？即卖做委员啊，才知影讲一届500块来作省。你看36万，听咱才做偌久？一个月600，一年多500多，一年多6000啊，十年多6万啊，100年60万。你看，伊个72万都100年直接做委员开未完呢？是毋是？对无？人做一届，甲你领去，啊，佫无效，真系死，是毋是啊？求道是用钱来求的吗？毋是。啊，那无牛就是真正贪官，哦，啊，无钱都无钱都都袂当救啊嘛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无牛是不是上大的贪官？就来世间贪财，无恁无钱，恁无来救多啊，对哦。啊，恁遐较早一日开12万，是不是？啊，无钱那无12万，拢无来救多，这是多啊，瞎魔是。要注意，非输定讲非贵即无，正是袂安尼做，啊无输的地名多，敢会输伊？安尼因12万无嘛收100万啊，人72万佫处理袂好啊，我佮处理会好啊，啊我应该行情比较好嘛吼，安尼恁欠我爱进行哦，是毋是？所以这道毋是安尼传的。都是为了普度众生，无论好也善，咱拢爱有福求道。啊，是咱圣人讲，敢会因为你求道，随时讲道，都无实力，敢会？袂。你甲看，咱直接救人无数，皈依的道亲，你甲看恁直接修行，咱有直接恭敬出来，甲恁教育，互恁直接不断的精进。道场嘛，尽量要管理要清净。让恁会当伫只无是非、无对立的环境下，伫只清净修行。各位，道场为要创造一个清净的道场，你看咱训练干部伫只做管理，甚至严格的管理，不管老旧道亲，一律平等在管理，袂因为你老，你看他都要输个嗰啲骂老道亲的，你有看是不是？我讲我看伊老，我都唔敢讲骂，叫骂，是不是？唔对，都是一视同仁。这道场安尼有公正无私哦。有。为什么要安尼做？就是咱的面的净土真好，咱袂使叫古早人讲一粒鸟屎啊，屎干呐，高歹一挂糜，哦，是毋是？啊，一粒鸟屎屎，互咱即高糜拢袂食，安尼会使无？所以我们宁愿牺牲这粒鸟屎也塞，特别好这碗这颗糜清气。你认为安尼做有价值无？
有记得无记得？有。所以大家要共同努力这点无？系。阿边。系。大家要坚持。大家理念要坚持，行动要坚持。安尼，咱这个道才传得出去。因为创造一个好环境，这个道才往落传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来这个道场，看到这个道场清净、公私分明，过来无商业行为，人直接修行，无压力，无是非，过会当精进，过有机会成功立德。真好的道场，我相信有想要修的人都会行去。啊，那无想要修的人，伊嘛行袂去啊。啊，是较无用管的人，伊就行袂去啊。啊，这个随缘。你看我讲咧，中华规则道亲。伊家讲伊咧做啥做啥，无人家讲来遮规日守规矩。伊讲我今日来叫我扫涂骹都无要紧，啊伊拄啊真歹运，徛在后壁咧搞服务的三个拄啊拢在咱中部拢足有名的董事长。无人话过甲因一句讲，徛在后壁即卖搞服务的三个拢董事长，财产拢几啊亿个。伊啊听一下歹势头哪累累，是毋是？人生人讲，敢袂讲伊存几啊亿来都？所以你去遐泡茶就好，叫你做，好别人做，有无？有。安尼，咱咧管理有平等无？有。那包你这种卡拢在倒位？泡茶。泡茶啦。不要比试。对啊。头遐辛苦诶，但咱遮就是安尼平等，同款来去叫杯，同款来去做毕生，同款啊，伫遐做公关，这个只够做教育公关。安尼，你看书的规定，书咧教育学生有富贵平等、公私分明无？有。敢咪讲惊这個金主走的，怎啊？就唔敢叫伊做。你来呐，假如讲你做有钱来唔做，我嘛无欢迎呢。因为我要爱，你搁捐一千万，我一万一个月领两万，那个无领较济啊？是唔是？敢咪因为你捐较济，我领较济。较早是领万六尔，是唔是？敢咪你捐较济，我领较济。无啦，是毋是？对吧？对。我既然书毋是为着财，毋是为着利，书就是要甲即个道传出去呢，就是要甲即个道传出去。道，我的心甲老母的心同款，无分好也善，但是爱重规矩。你啊看，无论一贯道也好，佛教好，你看入去道场，迄规矩又好无？迄位是仙佛来对应的呢，你看一贯道皈依十戒，迄是仙佛来来规定的呢，对吧？释迦牟尼五戒是释迦牟尼规定的呢，是不是？迄是不是仙佛来规定的？是。为什么佛祖会来规定这个戒律？知影人心无戒，修未成功，修未成功。你看有咧管都真侪人收未成功啊！啊，我若无咧管，你看是毋是阁愈侪人收未成功？所以戒是为着要互众生修正来创立这个戒，戒就是规矩的意思。咱今仔日来规划一个规矩，就是要互皈依的道亲在一个有规矩的道场内底修行。得到一个公正无私的这个修行环境，对着拄到一个富贵平等的一个环境来修行。虽然讲一步一步往这个方面推，是毋是？各位道亲，师尊伫咧办道，确实就是富贵平等伫咧经营，袂因为。你是企业家，你甲破病，你就爱来找我。你阁剩几啊百亿，你赶快爱来找我，无你去找别人，是毋是？啊，无一定会好呢，对吧？啊，我该处理会好呢，啊，我但是我也袂该讨钱，是毋是啊？啊，所以讲过，你剩几啊百亿，你若去无用卡掉，你剩几啊迄百亿，我你若来拜托我，唔该处理，你阁剩一千亿都无效，你相信无？虽然你多。唔是用金钱，我来买卖；唔是用金钱，我来买卖。刀
是公正无私无误的，书就是要甲做到这点。因为弥勒净土这么殊胜，老母娘真无简单，才讲一个净土真好，伫圣人讲予咱传，咱袂使啊，因为咱人为关系，予这个道场产生混乱，最后这个法门因处理安怎，无法度弘扬出去，无法度更加有力的杀出去。你看咱即马后台有真济。伫咧替咱规划即个视频传播的一寡人员，包括庙内庙人，顶即马阁有一寡新的人员加入，在在都是要甲圣灵宫即个三宝透过云端，会当阁改弘扬四海，是毋是？目的就是要度阁较侪有缘人来求即个道，因为知影即个道会好。你看足侪透过咱的视频看到，即马已经。对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澳门以及香港、台商愈来愈多，愈来愈多。入来咱道场，全省各道场伫咧皈依。各位道亲，圣灵宫的未来，拢是掌握在咱每一个皈依道亲的手中，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。拢是有可能把圣灵宫变好，嘛有可能变歹。要好甲歹，道场都要有一个总管理，这样法度，把整个组织走向一个团体同心合同同德的这个理念，共同来把这个弥勒净土来给杀出去。弥勒净土即卖已经进入多色三教。公认，老母娘在《三三皈依》这条这本册内底都讲，伊讲三三皈依，就是咧讲这个三基皈依、三斋皈依、三教皈依。这个三教就是咧讲儒、道、释三教皈依。一贯都讲青阳染定佛降天盘，昂阳释迦牟尼降天盘。白羊没有做书讲天盘，道教讲对开天辟地以来，上天就降十佛来人间，要治世修院，前七佛治世，后三佛修院，第八佛就是染定佛，第九佛就是释迦牟尼佛，第十佛就是弥勒佛。弥勒佛是上天开天辟地以来就指定的第十佛，嘛应讲是第十佛结束了，这个地球就回归空怀。简单讲，弥勒佛嘛是这地球要毁灭进行最后一尊在人间应度的一尊佛，所以正讲弥勒佛是灭劫众生唯一的明灯，就是安尼来。释迦佛正在弥勒上生经甲下生经讲者，弥勒下凡不畏轻，弥勒祖师将冰修万教归龙华三昧，弥勒下凡不畏轻。中央正开木基土，这个中央正开木基土，什么叫做中央？木基土就是你讲中央，中各位道亲，咱这个玄关要靠明师给它打开，正开就是要靠明师给你打开这个玄关连接，因为咱的目睭。就是日月，咱的鼻腔叫做日月心会，咱这个玄关有日月，甲日月心会伫遐过，所以无遐简单开，无明书无法度开。你看，较早要修甲元灵出窍、元灵现证，拢爱经过百日筑基、十月怀胎、三年弥补。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，炼神欢喜，五气调元，三化自定，一气如来。修到安尼，才有法度元灵现证。即卖免求明师一点，玄关灵窍显露，自性显露。各位道亲，恁只要走过灵山，你感觉阁无遐感觉？你看这完全毋捌走过灵山的，何须开灵类？迄、那个自性灵现出来，迄种感觉，真正因是不可思议。新加坡迄阵是安怎才认真来？因过去在龙华净水院，去在龙这个昆仑山，迄灵拢袂来，来咱
中华道场花开一个全部拢落来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以咱的三宝经，咱的三宝经啊，因都感觉真现呐、啊，师啊，真的真的呢，哎呀，我现在都那个气场很清楚啊，我的意识很清楚啊，但是就会动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越动身体越好哎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这骨头千万要注意，恁这走过灵山呢？我师傅给开灵了，他说：“等哎，奇怪啊，师傅阿伯你开的神人，我咧教来拢读到讲到唔知人，他让你开了后，怎啊变种？虽然是有一股气咧杀，啊，不过那敢那较退步去，那怎啊变安尼清清楚楚？迄就是叫做无知识，阿嘛唔知真多。你叫灵给你挖到唔知人去，迄是家你的三魂七魄，给你杀走去。简单讲讲，你的桥是你的体是去用占去。”那是好啊，无好啊。无好。你入到鬼，你嘛当作神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人家处理的话，侪拢入到鬼套也神。读尊老我观世音，读尊老观波牛，处理的拢完全借助，是不是？啊，圣人讲皈依，跟找指导灵，开主圣灵，有比恁咧外口走灵山较安全啊无？有。有较安全啊无？有。安尼要对几项？圣灵宫。这三宝真真那个未晓修，清楚无吼？啊，搁咧追求迄种物件，迄种物件他有啥物要追求？你叫种灵识带到你无自我，你落在这个神通脉内底咧作业，你也当作咧修行。啥事讲恁落在神通脉咧作业？你看偌济人起家家伫遐闭关闭界，迄是咧作业无？做啥物业？做口业，过来互相攻击，就有伤害呢？是不是啊？这是不是拢在作业？后来你讲今仔我去观世音底下跟人相骂、跟人对立，这有诽谤佛陀无？有也无啊？正信敢会安尼做？没。诽谤佛陀做活动，释迦会讲诽谤诸佛坠落无间地，敢偏这条地界道理的命？安尼在修啥？你要哪修到你地界，对不？那品质条，我就知道你去地界。安尼叫有什么意思无？有影无？所以各位道亲，咱修这个自性灵，比修底下心外求较重要。释迦会讲，佛在灵山莫妄求，灵山自在如心跳。人人有一个灵山塔，放下灵山塔的时候，就跟你讲佛在你的心，离心无多无佛可求，对吧？心我无多，诸菩萨拢跟讲离心无多，安尼要去回什么灵啊？啊，你哪爱回灵，你才有灵。哎、啊，你本来就行尸走肉呢，对吧？哦，我即个咧屏东道场。有一个看红路来，师兄讲：“哦，师啊，你咧讲这主性灵吼是啥物？我咧讲啊，听伊讲，我讲啊无，我真巧啦，知影伊特别对我学话。我讲啊无，师兄你就咪注意力性灵者。伊讲我有一天吼，个人去回灵山去地母庙时，啊接到我的主性灵呢，我怎啊，我讲怎啊笑出来？我讲师兄你啊你唔着主出世拢六魂，我六神无体。伊讲有啊。”我讲，安尼你的主性灵，他就搁接。你主性灵本来就无离去，你灵要搁接啥？讲来搁接到，拢叫做外灵，唔是主性灵。你看，我早起，我那老师讲我接到主性灵，迄种老师你搁咧对哦？迄种老师通对啊？唔通对？唔通。伊家己都唔知啥物叫做主性灵，你搁对修，你唔是去上戏吗？对不？阿些伊阿边？所以寻求名师很重要，名师对真理要有捌，讲道嘛要客气客气。师父跟你说修自性灵，会去跟你说叫你去领自性灵吗？要修自性灵就要求道，你才有办法修自性灵，因为把我们的行观灵窍打开，让我们自性复活，让我们自性显露出来修，让
让咱透过自行领受来改变咱的习气。各位，恁注意看啊，这实际啊，那脾气无好，迄气加习气就是做歹。哦，恁要注意看啊，这个人呢，个性较流，哦，迄人家落来做流，啊，迄那气压个，还开了气压个，你敢无注意到？对，较早我的机关唔在对一个道场。伊妈妈拢甲我讲说，哦，人阮这查囡足乖的啊，足友好的啦，安尼样啦。哦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哦，我一个开灵来，叫我讲，哦，恁这查囡性格足歹。伊讲叔，你讲我甲看下灵，我知性格足歹。因老爸在咧边啊讲，有影都对。我甲看下灵，我知性格足歹。他有影亲像你讲，还讲遐好。啊，叔，若看到恁那年龄，我就知恁性格几分啊？恁若无相信，所以爱修改一面。所以灵修嘛是咧改变的呢。你若家己咧灵修的时阵，觉察到咱落来动作怪怪，爱改一面，爱一面，迄个习气啊，迄隐藏在你的第八意识里面，你自己没有化解的习气啊，显出来啊，显出来啊。爱灵修，我落改，你若有地觉到，你会改变无？我你的动作无看到，迄是菩萨，迄头名菩萨。迄个嘛，你是不是？你莫就在菩萨担，对啊？各位了解哦，这拢是叫做自性灵修。所以灵修有法度觉察到自性灵修，我即马讲是自性灵修啊，有法度觉察到咱不识定中的这个病气甲习气无，是会爱注意哦。啊，你看师父呐，看你的年龄，我拢知你的个性啊，我唔是甲你骗的。是不是啊？对吧？啊，你来练一招，你看哪练哪里有？你发觉到你咧讲话到哪里有哪里有啊？你都要注意对吧？所以咱的弥勒净土，咱这个三宝是地球明书打开玄关灵桥，和咱自性显露来修，用这个自性灵修，透过自性灵修来进入。修改咱的习气，甚至呢显露这个灵光来辅助众生。第二步是南无弥勒佛来净化咱的人心，让咱会当专注清净，进入了弥勒净土。第三呢，金刚手印让咱天人合一，让咱会当转动九天法轮，让咱以天地合一，三宅归一，是不是？所以咱的三宝，一，别求明书直接拍开自性灵，甲你外口咧开灵山，迄是完全无共的，是啊，香爷爷甲你开灵，迄是无共的，甚至无一下把定定来，互你底下对你各个撞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食饭啊，耶稣啊，观音来呢，对啊，等下禅师来呢，对啊。等下太上老君来呢，我们当作因拢作用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你遐伟大，逐工都遐一身来陪伴你，你敢知影拢啥？那不是你的意念，那不是你本身的意念，产生了这个分裂，就是叫邪神外道甲你对着。你要相信，那不是你的意念分裂，就是叫邪神外道甲你对着。哎呀，谢谢阿妹。啊，意念分裂就是自己想想这，变你的这个意念三成力，这个四神作用，三成这个四神作用，灵修上加色神作用，色神作用其实拢是你的意念底下的变化，这在禅宗里面叫做幻境，幻境。师父过去在学止观禅宗的时候，有研究在中台禅师学止观的中级班的时候，都有定到这个幻境的世界，过来进入梦境的世界。所以师父对这个梦境跟幻境，其实拢是真正确的解释者。所以恁修行若做够慢的，其实迄拢唔对。哎，不要太恐慌，哦，不要太恐慌。咱有咧修的人，忙着啥拢免想恐慌。梦境
有时候会造成你的压力。幻境最可怕，因为幻境有时候会有神通迷的世界，会有神通迷的世界，对不对？而且就很惨了，哦，本来真正观世音十八座用一天二十四小时拢对你对调调，对吧？我记得咱较早圣莲宫遮有一个，而且跟咱圣莲宫较早一个古道亲呢，伊某来拢讲伊观世音，安尼食饭，就像我讲食饭嘛来，啊你困嘛来，所以咱就甲师父作势，咱甲师父问一句讲。较早拢叫我老孙，老孙，我即马教我某咧困吼，心中拢有一个怀疑。我讲什么是什么怀疑？即马唔知是观世音教我咧困，啊，我某咧教我困。我讲你哪安尼讲？观世音哪有可能教你困？啊，不过伊拢明明教我困做嘛，我讲伊观世音，我讲伊唔是啦。你安尼有害无啊？有害无？有害无啊？非常的害。有扰乱的生活无？啊，这种王二灵修坐了无？坐，非常的坐，坐得对无？唔对。啊，有智慧阿面？系。所以圣人讲，就是咧教育咱这些灵修者，等咧回归自性灵修，唔通叫邪神外道来甲你影响到你的生活，是唔是？你看咱台南瀑布阿孙啊，叫迄灵瓦。就甲办个师姐，人讲你这条灵要进行观音，这条灵要封太子，封到尾啊呢？伊某袂使甲伊困，迄条灵讲这个我的，啊伊某一届我落去接待人道场，目屎滴啊哭。师傅会当清场，我讲清，目屎滴，我讲安怎？讲是安阮翁我袂当甲伊困，我讲是啥物人叫你袂当甲伊困？伊个无闲，我讲叫我袂使甲伊困。我阿讲完了，都变啦，困了两个拢未舒适，我安尼有害啊无啊？有啊无啊？我讲哦，安尼有影严重哦，啊好来来来，来处理，啊处理了起码舒适啊，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各位，你看安尼是好啊歹？迄不就是追求神通灭所受的苦？各位注意无？他都在讲，伊唔在跟因关心在困啊，跟因某在困，这不就是因某追求神通灭的效果，是啊，不是？啊，你若修到安尼，到底是好啊，无好？好啊，无好？无好。违背正常的伦理，甲常规，一尊得道的神佛，哪有可能啊去违背正常的？伦理甲常规，无可能个代志。所以咱爱有智慧无？爱。诸佛菩萨拢是大慈大悲个，袂去影响到任何人个生活。甚至释迦会甲恁讲，定业不可转。众生各有业嘛，你家己修。只要你来求佛个时阵，佛敢来当个指点，叫你安怎修，安尼尔。毋是你来拜佛就会好。你看圣人讲来，我处理，若毋修对一个好，嘛是袂好啦。来修的，你甲看一百个、九十九个好，各位唔都要注意嘛。那真正卡到伊咩啦？啊，若破病，真正看医生。啊，无太大院长就换我做啊，是唔是？但是你若卡到因医生处理袂好，你看一百个、九十九个好，啊，若唔修来问下一撮来袂好个，袂好，是唔是？咱只无咧收钱，我嘛叫你唔免来，你都无要修，你来就嘛无什么意义，是唔是？但是各位，恁直接拢亲眼所见，对吧？所以你带来迄、那个，安尼几下光来这么好好啊哈！因老爸来皈依哈，是不是？咧印尼过来台湾的哈，是不是？有好无？好啊哈！来几抓才好，嘛是来四抓四抓才好呢？你若一抓长尾好，无可能啊，是不是啊？各位道亲。啊！你看圣人宫，啊，迄、那个基督教徒吼，啊是什么徒？听讲因厝人拢信基督教的，哎呀，是不是？咱老卡迄个做三十年的讲师，我讲迄个讲师有领天命嘞，有事啊，跳学在你面前唔敢讲领天命，是不是？
我讲你安尼来只求道理，安尼违背恁的一贯道。伊讲生命较要紧，违背什么道拢无重要，是不是啊？伊都要无命，搁咧惊违背什么道？啊，无你那心迄无叫当下咧处理，啊，处理袂好，你搁伫遐惊，无你是咧惊啥？你是咧惊啥？我师父问你，怎样我问恁啊？你都叫要无命，你搁伫遐惊啥？你搁惊你要等死安尼？我讲即句话送你，是不是啊？你搁惊你要准备等死安尼尔？对，你明明都跪在那头前，你搁在惊东惊西，啊，你是不是准备等死？是不是？所以讲修行要有智慧无？要有智慧阿面。是。现在讲有骗人怪人无？无。来，那个师姐，我听讲你出来那个开一间工厂，千外个人员工吼。两千。两千几个员工？三班，四班嘛。对啊，啊，我有甲提钱无？刚我通听到遐好价，讲要甲叫伊提偌济，无啦。对啊，你要看。我知我知，我即摆是咧记咧，讲伊迄年咧有钱，我敢有甲讲要爱偌济钱？哦，无。伊讲足闲嘛。蔡伯承就来甲我讲好书，迄个足好价，我讲系对，我记有好价无好价，我记住啦。无啦，伊嘛真低调，真省心啦。对啊，啊你看书，敢会听到伊好价讲？哎、欸，我给你处理好，你无摕一挂来，有无？无，无就是证明师傅是咧办道，嗯，是无？是。啊，这道场你阁唔敢行，无你要找啥？我拄到好个人来处理好，我就袂甲卡伊啊。嗯。啊，恁是咧惊啥？师傅讲恁听有未？恁是偌济当个师傅卡？我若要卡，我嘛找一挂，我身躯边好个足多呢。嗯。我不是骗你呢，三合会会长、董事长是上市公司的，在咱道场即摆上到要超过五个，上市的，嗯，是不是？啊，迄一间公司的上市人几啊十亿个呢？你看师傅敢袂卡有？袂啦吼，袂。这个道场你若阁唔敢行去吧？阁这个道场咧处理代志，阁这样好，这道统三宝阁这样好。你若唔敢行去，师父敢会当讲一句话呢？老母讲，一世人要求道，定势要有修，要有福报。这句话真正甲想起，一点仔都无讲唔对去，一点仔都无讲唔对去。一世人真正要拄着道，你定势人要有福报，你一世人才有机会拄着道。你看一贯道去求道，伊讲你这世求道是恁的祖先积德，你才好来求道。你看人家讲这句话呢？啊，那这句话对，那不是你顶世无修道，是恁祖先积德了无够，所以你这世人无来求道。两行比当一行，啊，祖先要帮你道，啊，你搁唔修，要哪道？去问下龙阿叔啊，我的祖先爱道，你唔修要哪道？我问你啊。这世间广告甲因果会当用金钱买卖吗？那下阵皇军老祖也是现年上因换王永庆咧做，因为无人比伊较有钱。那咱台湾啊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恁咧修行咧外口有摕钱买股位无？有哦，我听足侪，我找一个同事在做一搞，咱莫硬公开讲。因两个兄弟行共经诶。伊拢讲金山诶，金山诶，人恁金地摕五十万，即马皇太子呢，对。啊，你安尼吼，比伊较大声来，你真安尼，无阁进步袂使了，对。伊讲要安怎进步？伊就讲恁太，恁金地啊摕五十万来皇太子，啊，即、这个意思就是，你若要比恁金地啊皇较悬来，就爱摕较侪来，是毋是安尼意思？各位道亲，修道用金钱会当买高位，这个、外口可是足多，足多。我咧台南道场嘛处理一个，讲二十万要甲因的祖先封神位，啊，伊只摕去予伊封完啊嘛是无效，再去台南道场我处理好，处理好的时候，伊讲输，安尼我当去甲讨讨电话，我讲卖啦，哦，你我处理好就好啊，你讨讨电话甲人冤家费去，是毋是啊？我讲你就当作你顶世人欠命还完就好啊，就省个你家己遐戆，这种话你听下落去。因为阵人咧赶紧啊，人讲啥就好伊啊，
所以你阿伯赶紧嘛，无安尼无地位，是毋是？了解无？你提钱会当买高位，哦，这外口真济呢。只要地位阿边，哎，所以修行，圣人讲是创造一个，真正互恁伫遮无任何压力，无论好也善，拢无互恁有任何压力的环境。但是唯一的要求，就是规矩。你若无守规矩，无论你外好也，我根本无欢迎你来，是毋是？这就是我的作风。但是我这种作风，就是要创造圣人宫清净的道场哩，清净的道场哩。各位，恁爱这种道场无？爱。所以师父的这种作风，就是要让咱圣人宫清净，因为师父知影这个道的可贵。老母好不容易降这三宝，让师父这世人有法度直接救度万民，我绝对不爱让这个三宝因人而安啊，顺势。嘛，我因人而安啊，传袂出去。师父这几年努力发觉到道场愈规矩，这个道场愈来愈兴旺，不是咱慈悲。较早师父拄开讲的时阵，拢想讲修道人爱慈悲。所以嘛，拢阿姐啊，好啊，但啊，无紧啊，叔，即卖迄个啊，无紧啊，叔，即下卖甲伊计较，拢着。他有影，到尾逐工嘛咧计较，对。咱嘛甲你讲的时阵，拢甲你应好呢，对。过卡先拢袂记了了。等到叔安尼采取强烈管理的时阵，该走的走，该留的留，才清净，是毋是？你阿看有较少，有比较早较少人无？张金江。有够较少人，无，无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想要修的人，看到这些人就惊去吧。无想要修的，我跟你随缘。因为师父咧办道，希望这个三宝会当传出去。这个三宝是要来度众生，唔是要来只算人头，对不？对。甲好嘢人就无去巴结啦。当然那是要救有心救道的人，有心救道的人，你无论好也善，我拢欢迎，我嘛拢真会甲你听受，嘛真爱恁来好阿修。你若无心修行的人，干那要来遮加棍，搁互你王永庆来，我都无欢迎，是毋是？师有理想，师办道有目标，有理想，有愿力。把这个道要给他带来，透过有心人共同的努力给他传出去。因为我们知道弥勒祖师的净土确实在我们圣人宫发挥到非常的殊胜，也救度非常需要救度的人非常的多。正好的法门不是目结明顶，是什么？是咧，明顶的意思是众生的希望啊，是啊，不是？是众生的希望无？是。你看恁偌济人，若无圣人宫，恁真倒咧眠床爬袂起，恁敢知影？对无？今仔日拢会当互恁重新站上职上，即、这个职场，互你会当靠家己过生活，有帮助的众生无？有。恁遮真侪，恁讲白体虽然还阁会当生活，毋过定定咧袂舒适，来遮稳定起来，会当互恁过着安静的生活无？有、嗯。这毋是众生的希望，无是甚物？各位来遮圣人宫，有看到希望无？有、嗯。有看到希望，就知影有未来。那么咱的未来，就是要了生脱死，要成就圣道，要来离开这个六道之苦。咱不再坠落六道，那无你讲未来无六道，因为这个地球即将走向末化，末化就是地球回归混沌，将毁在空空劫。什么叫做空空劫？那无你讲这个地球终将一场核战，这个核战爆发会在白天，那一天刚好是烈阳高照，核弹的温度本来就足高，经过太阳的照射以后。会增加百倍、千倍，直接冲破臭氧层，直达气天，让气天直接破坏。所以天多人多，
畜生道、阿修罗、四道同时毁在空劫。安尼以后阁有六道轮回无？无的时阵，未来众生将倒去，有修的往龙华圣会，无修的阴山地府。所以老母娘正讲，末劫众生确实是六万亿年完清大清算，玉照分明，善生恶感的时代来临。你甲看，各位道亲，恁在圣人宫服务，恁有注意到即卖清算年轻化无？土暴愈来愈严重无？恁敢有注意到？来拢要你的命。明明几个月前看了，来，你来讲叫咩倒去？有看到无？是不是？可怕还无可怕？可怕。所以收多要趁早无？哎。妈叔啊，我今仔个都好好，所以我等下用啊再来。你什么时阵用？那不是破洞病行不出门，迄阵上用。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啊，咱老母娘啊，处理一个好像本来无生理，啊，甲处理甲生理足好诶。啊，就足久才过来，母娘甲讲啊，你太足久都来。伊讲啊，师傅，迄个母娘我都足无用诶。母娘讲你较早足用，我即马互你较无用，小寡你都拢无来。啊，是不是有一天你若够足用啊，你才会来？是不是啊？过无偌久呢，真正又够足用诶。啊，你要搁等到迄一天吗？敢袂？袂。所以上天做咱爱低音嘛，低音行道，老母娘也无需要恁回报，老母娘也需要恁回报，是毋是？老母娘做咱，诸位菩萨做咱是要互恁求道尔，要互恁修道尔，伊毋是叫恁，甲恁做了先叫恁来买衫来甲拜，对无？有闲讲，师啊，母娘甲斗三共解，母娘较爱食啥，我来买来甲母娘拜。我讲我拜母娘遐久，我嘛唔知影母娘爱食啥呢，是毋是？我讲我看你来买，你爱食较要紧，吼、哦！因为你拜拜提顿啊，互恁家的人食，你嘛买顿恁哦。大概恁囝来讲，妈妈又买这个我不喜欢吃的，是毋是啊？所以恁拜神来买啥来拜母娘，拜神佛，神佛敢会遐甲恁食的？你看恁咧桌顶放地遐久啊，敢有人食的？等下嘛是恁提顿去食，啊有影母娘食。是不是？啊，师父，咱感到拜，反正供养善佛是一点心啦、啊。哦，了解无？啊，师父，人个无形是吸迄个气，所以咱看袂到，迄是鬼才吸气。恁来记一句话，是鬼才吸气，神未啊？鬼才吸气啊！啊，注意一句话，恁听落。你若拜公妈，迄有影迄个物件拜了变无味，这是作罪啊！迄是鬼才咧吸气，神未啊？神未啊？你看密宗大师，你看，讲恁若要做供佛啊，是供供迄个供应供的时阵，你都爱去拜佛了，迄个物件才会当做，为甚物？因为佛加持过，迄个物件变香的啊，对吧？啊，讲鬼食过物件，才会变无味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你有发觉这圣人讲提的物件拢叫做香的无？哦，所以加持过啊，是不是啊？敢会无意义？未啊！安清楚无？啊，所以是恁咧食，母娘咧食。母娘不但无甲恁食，佫甲恁加味，佫甲恁加味。啊，恁人无相信啊，师傅毋是咧甲恁开玩笑啊，佫甲恁加味啊，所以毋才叫恁转去食平安。那是恁看袂到的世界，恁人无相信。母娘要救你，真正内底甲你放仙丹。你看，另外阴阳水提定着身体会较好，啊，搁阴阳水套上着底面，咁就来咱只摕，是毋是？但是经过母娘加持过，就是无共嘞。啊，恁伫遐拜水果、拜拜，是毋是安尼啊？提定啊，食平安，是毋是啊？迄拢母娘甲恁加持过，安尼爱买恁较爱食，母娘较爱食。爱食。安尼都爱买恁爱食。对吧？恁本来就爱食，佮母娘加饲过，恁食着愈轻松啊，对吧？啊，恁若买着袂爱食，你看这母娘加饲过吼，啊就但遮歹食，迄是你拄仔袂爱食啦。啊，无母娘加饲个物件，绝对最好食。过清楚无？
所以咱今仔日，咱敬佛礼佛，咱拢是一点心，一点心都是修行，一点心都是修行。对善佛的一个恭敬，嘛是一种修行。咱在礼佛的时候，是在降服咱的这个什么傲慢的心。所以咱才需要礼拜佛、敬佛，还是底下啊这个叩首诸佛。叩首诸佛就是咱这个头爱按嘞。爱礼嘞，啊放下，是不是？叫你爱礼嘞，是不是？爱礼嘞，阿妹。你看你那香夹起来，啊，放在玄关遮，是不是啊？叫你啊放伫遮，伊讲叫你放伫遮，放伫遮有啊吼。因为咱的灵魂是伫遮，但咱的灵魂有啊，甲无形的沟通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给他弄给他吃有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这就是咱的心在修啊，是吧？是。是不是？是。各位，当你香夹在玄关的时阵，你一直在玄关无？你甲诸菩萨在咧介伊这个回向的时阵，你会发出善念无？会啊未？会。无你嘛，我知影我唔对。我给你忏悔，有善念无？但是冇贪念啦。无你话看会当安尼结束一挂无？有啊无啊？贪嗔痴拢对这念来，是吧？是。善甲恶嘛对这念来，要注意下面。所以，什么叫做幸福甲富贵？有人讲啊，师姐啊，啊你嫁到这个好翁，安尼遐有钱，足幸福个。伊讲啊，当因是大人死遐钱，我才开会着啦。我都拄几下个啊，好个人过着比人个食头人日子较歹过，因为三顿要出门啊，摕无500块互你，拢甲你讲做厝，他食有他用，坐啊坐要创啥？对啊，买买时阵，咱甲你介个衫。对啊，都爱国去人伸长手，对吧？啊，若要出去自己食头路来讲，啊讲厝敢有欠钱啊？无你要食什么头路？因为我家己赚的，我会当自由开啊。啊，不是我赚的，我都无得自由开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这世间，嫁得好人，不一定真快活呢，是不是啊？事实上，讲钱开得到，这是你的啊。有人讲啊，等四大人玩花手头开，那个四大人较长岁，就是话拄啊你死也未死，对吧？所以你这四人都无福气开。真正拄啊四大人比你较长岁时阵，拄啊你搞不好你死也未死。啊，你开得着未？开得着未？没。所以万行随缘呐。啊，随缘那边。哎。听书讲到这，什么叫做幸福？知道什么叫幸福未？随缘自在，内心快乐，会当过着自由的这个逍遥自在，无贪无欲，世界这才是真幸福。什么叫做富贵？在恁凡夫咧讲富，就是刚才我做好个叫富；贵，就是我有名位、有地位，叫做贵嘛，对吧？但是这种人有当时内心足空虚，安尼是真富贵啊，假富贵。我想，你看迄位有钱人，拢足惊人有钱，知影有钱人，拢啊穿哦，安尼怎只去找朋友开讲？等下你啊知影有钱人，你唔敢甲伊开讲，是不是啊？对不？啊，有钱人都有钱人做伙吼，讲的那不是利，就是利益个，安那无就是底下你诈我讹，对啊？啊，无就大家找拢比看相存较济，迄种生活拢贪欲。拢生活在一种比较的环境内底，迄是真富贵无？有当时啊，你眠床倒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好累啊。等到你一刚破病倒咧眠床，才发觉遐你拢炸袂起劲。我为什么要那么累？等到你倒咧眠床的时候，你爬袂起的时候，你才发觉到银行存几啊亿，我拢炸袂起。为什么我的生活过得这么累？有记得无？不记得，不记得，不记得，所以放下，放下，
过后你有钱你嘛放下，啊放下不是讲叫你钱拢给人啦，就是嘛爱行出来啦，唔好叫钱对个生活变掉去，安尼就戆啦，你知道？叫钱对个你拢唔敢去面对人群，唔敢去面对社会，敢未出来这道场安尼，去用看到敢足见识，对吧？你去天顶比你甲老母娘，你无伊的一种安尼，是唔是？你要甲老母娘比是？你个财产袂袂摕来，你个无再甲老母娘比，是唔是？所以你有什么人好拍摄？过来听好无？你讲我这好个人，我咧拜神，拜神啊，求神赐福你，安尼无你啊比你较善无？敢未？没啦。安尼来拜无你，那有啥物通好见效？是唔是？只要那都有真都有假，拢无啥物通好见效，对吧？对这道场咯，足臭名万世。人明知搁去，安尼有影惊人知，啥物讲敢未？没啦，是不是？虽然讲在这社会，在这个台湾啊，蓬莱仙岛，咱的道场真济经，你看咱拢无咧骗人，无咧怪人。安尼是有啥物臭名万世无？无。无，啥物人来圣人宫修行，有啥物通好感觉无公用的所在？没。没嘛。哎，常常讲哦，你。一间啊，贵对贵啊，36万。哦，你那还无地位去，迄个所，迄个道场咧行，迄一看就知咧骗人，搁咧去。你有哪去讲到迄个去用洗面啊，对无？现在讲会啊未？未。未你咧行啥？啊有开钱，你较未惊，啊无人工摕较济来，哦，是毋是？这就是无地位，就无地位，安了解无吼？所以书定讲修行要有三好，第一身体好，身体好就是讲咱身心灵要健康。第二就是爱环境好，就参像书讲的，这个道场要有规矩，要有管理，或者道场会当愈来愈清净，这叫做环境好，唔是装潢甲作祟叫做环境好。第三智慧爱好，爱有分辨是非、因果、善恶的这个能力，这个道场你该不该入？要有那个智慧，你连这种智慧都无，你修行是迷失的，迷失的。你甘愿奉骗，你都唔甘愿行正路，这就是叫做你定世人做恶因，无法度见光明。你要相信师父这句话。明明人你就知道这个道场，这种做法是唔对的，但是你就做爱对，偏偏去到一个好的道场要堕落，时你行袂入。这是不是你不好报？要注意下面。所以这地位要转无？转，无转，未来受苦是你自己啊。减你一个，我同款未来负量学会，未因为减你一个，我爬未起你啊，是不是？对不？我干嘛减你一个，我爬未起你？没，我若照起工作，只要无犯过，我绝对爬会起你。你若完成这个爬会起的事，特别做主席，我不一定爱像。新人话，师小个设立只遐济，唔免啦，因为咱有面来做书咧，我靠，是唔是啊？是。所以叫了这样好法，咱就苦修哦。爱。爱苦修哦，唔免，但是爱认真修。爱认真修。但是免苦修，恁那新人刚刚有苦修？没有。没有。啊，无金钱压力，啊无啥，那有苦修？对。对不？对。我恁真快乐修行啊。嗯。是唔是？但是要认真修，因为这么好的法门，咱未使无认真修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工作来这服务众生，拢是伫替咱安那添功立果，予咱最后会当功完过万，回归无极，是不是？生得了修，因为咱拢个待业求道，咱来求道迄个当下，咱还阁有习气，咱还阁有执念。所以咱透过修行，慢慢把这习气、甲执念慢慢放下、放下，这叫做待业修行。恁敢求道了，恁就幸福啦。有啊，天本有给恁挂幸福啊。但是有法度去你坐位无，都要看你后修做到。看这条路你行会透，还是半路就落车？是不是？还是小可用讲者就落车？小可用念一下路车，这就是你的修行累境无够。
因缘无够，修到中道业障现前，你就落车。你内境若有到什么考验，你拢有法度坚持到最后。你看师父当初建立四圣宫的时候，我甲处理好，毋是我摕偌济钱，安尼要死要甲救啊，搁甲诽谤，我若像我咁就多卖办。啊，你都拢捌哩啊，吼，真正有影无？个人的想法，个人想法是无唔对啊，但是师父若无迄个忍辱，你是有今仔日无？我也无咧趁钱，我放假更苦要呐。我买单安尼想啊，对吧？我一个月趁两万，凭我实力，随便趁四万万来量量的，是不是啊？对不？为什么？恁就是要办到啊？是不是啊？这就是叫做惯例。啊，无凭我实力，随便趁一个月啦嘛，怎样量量啊？啊，偏偏我咧做代志，我都做生意，我马上做好趁钱。我过去咧讲，恁都不听。是不是？办到这就讲诽谤，办到艰苦要啥？师父敢安尼想？为什么？因为知影师父知影这办道的可贵，师父知影这三宝度遐济人。你看，我若讲师姐你较好无？你讲有，你看我足欢喜，敢若袂输你提足济好无安尼？是不是啊？对不？但是师父的欢喜，不是你真正提足济好哇，是因为师父感觉我又搁做一件好事，我又搁看到一个人搁爬起来走向光明，安尼哩，这种心就是叫做大悲心。这种大悲心，这样我就创造咱内境的功德果。咱在道中为众生服务。咱若有这种大悲心，无计较、无对立、无我、无着，你才有法度把这条路修好。心存大悲心，你才有法度这条路修一套的。咱若修入台湾要替天行道，你都需要有大悲心，无你做不出来。互讲者，你就起性地，是不是？你也做不你路来。一尴尬，唔啦！听迄个老师伫咧发圣地，迄经讲久啦，无人敢去，会吧？会，是毋是？人讲迄书修养偌好透，是毋是？该歹毋歹，啊无共歹也歹一堆，是毋是？各位恁做干部嘛同款啦，你做干部要做到好大德，能够信服你，然后呢服从你。你要有智慧，你要有智慧，对不对？智慧是怎么来的？求无量加持来的吗？敢是？不是，靠家己修来的。所以人讲阿叔啊，阮囝读册拢做足含慢，拢考上尾名，靠阿加持个。啊，你甲台湾全省所有考上尾名，拢叫来加持，等下来考第一名，安尼就通阁带去加持，啊，无咩？是不是？囡仔下面读书就是爱教，先去加持就要变第一名，安尼这世间就来找先去加持就好，拢免读书，对不？是不是啊？这世间囡仔若无乖，找先去加持就变乖，安尼囡仔嘛免教，这世间都无太人办会的代志，啊为甚太人办会真济？这拢是叫做定业不可转，是不是？咱透过咱的修行，增长咱的智慧，来影响到咱的后代，这才是真，这才是真。安尼修行，自我修行有重要无？无。所以咱在圣人讲皈依三宝，求这弥勒净土，咱已经找到咱灵魂的故乡。在这条路上，咱要如何来修炼咱这点心，和咱的心会当定，会当静，做代志会当有。安那思虑，经过思虑了后，所做出来的代志，拢是较正知正见进行，这叫做智慧。修法人呢，讲的话嘛是扑一个出去，无智慧，是不是？
啊，等下再过来讲回事咧，是不是啊？有地位啊无啊？啊，无恁拢讲讲讲恁咧修行，恁是咧修啥？实际你咧想，有我拜五灵拜二三十年啊，拜五灵拜二三十年，无代表你有修行，爱去说这句话。你若是个性拢无改，脾气拢无改，修养拢总无，你什么都是不是？你是咧跟阿兄对白呢？你不是咧修行？怪清楚无？但是做这人，我认为，我实际你有修啊，我拜五灵拜二三十年啊，拢以拜五就是咧修行。所以皈依跟拜拜有共无？无共。拜拜也是卖啦，卖什么贪嗔痴？恁去庙拜拢安那？龙山寺观世音菩萨，阮人哦最近有查某拜托啊，你都甲迄个查某哦，看会当安尼互伊起笑哦，还能够等下找我哦。你爱算讲酒当残呢？是不是啊？对不？啊，阮囝无乖。是不是观世音菩萨看得当较乖了吼？安尼，较早我会记我一届咧台南道场办事，师父啊，阮人哦拢安尼足歹性地吼，请师父啊你着甲教，甚至讲啊无啊拍死，讲卖啦，你啊拍死你阁唔甘呢？是不是？对吧？因为人的心是复杂的，生活在这个欲望的世界，你分不清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但是，干来要满足家己的欲望哩，这种是真富贵啊，假富贵，一切拢假象，一切拢假象，只有内境清净，这才是真相。所以，爱找到真我，这个真我才是道，只有道才是真富贵。所以，富贵有道才是真富贵。这句话，老母娘。在咱中华道场，多一挂企业家是拢该送一句话：富贵有道，才是真富贵。遐人拢看到这句话，福来来求道，因拢讲到因的内心，有影，对吧？一个老板娘，有影，师傅你讲无唔对，我什么拢无欠，对吧？但是内境都无感觉我真快乐。人们讲为甚无快乐？唉，一言难尽，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苦海，是苦海不？是。有钱人就无一定在极乐世界，你爱记。你同款在这娑婆世界都有苦，你只要有起心动念，有生活，有生有灭，你都有苦。你爱记这句话，你都有苦。既然有苦，咱来求真道离苦得乐，这才是求道的目标。免了这，我都离苦得乐，找到一个净土道统，让恁真正大家了生脱死。你这样，我真正了生脱死的是你这样，我离苦得乐。办道人爱安怎？愿意一切众生离苦，不愿为自己求安乐，爱有这点心。你这个道理才办得出来，舍身办道，是不是？愿一切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这念心发出来，你这条路你才行得到。各位道亲，恁直接皈依，这念心要提出来无？哎。啊是安那？啊是恁拢安那？家己求快乐，一切众生苦拢不要紧，是吧？现在真侪拢安尼啦，无影无啦，卖阿骗啦，你那咪圣人啦，是不是啊？大家拢是咧求家己对啊，无法度去原谅别人的唔对，是不是？那要一切众生离苦乐，不管有自己求安乐时，你阿话都去包容一切众生。这才是真正的修行，但是你要看，咱真侪修道人拢在甲众生计较，有影无？真侪主持者、办道者嘛在甲众生计较，是不是？啊，人咧计较都惨死啊，生命来过会计较的，哇、哦，这都害啊，这都是真正魔来乱道啊，是咪啊？
神明来捐书啊，爱钱，皈依嘛爱钱，对吧？啊，个用拨啊拨，看你即阵要处理，对5000开始拨拨到几万呢？啊，弄起好家人拨了几千块，顶多三个人拨了几十万呢？哦，我拄着一个朋友去一间宫诶，甲一个有钱诶去，啊一个无钱诶去。伊讲啊，伊呢阵到迄阵神明啊，目睭青眉，讲安怎？啊，迄个遐好个，着五万诶，无拨我拨着伊个明仔，我开袂记，我拨着我嘛拨落去，啊，伊拨着3000诶，对，我讲。戆地主啊！迄神父就知影讲，叫你唔免来开啦，知影你开袂起，才要让你拨5万的啦。安尼你就袂来啊啦，是毋是？啊，你这好个人，知影你开会起哦。伊讲叫你唔好乱开啦。伊听我讲完讲，师傅你讲了，我终于开悟啊！啊，有影无影？有影。你神父慈悲，甲这个程度呢？对哦。知影你有钱哦，你拨3000了，叫你免开啊济。知影你无钱，拨5万了，知影你开袂起，你就袂开啊。你看爱神有慈悲无？啊！你戆到要借钱予人，安尼就你无智慧啊！是毋？人神已经路解砸掉啊！啊！你搁提提去装去装予人，是毋是？啊！你有智慧啊？无智慧？啊！要怪啥？怪家己无智慧。啊！想要智慧啊？免。所以想爱修都要有三好：第一身体好，第二环境好，第三智慧好。智慧，对咱日常，对是非好歹，因果爱清楚，善恶爱分明，因果爱明白，修道才有意义。道场是一个共修共业的所在，修善就共善业，修恶就共恶业，你要注意一点。你们讲啊，师迄做是公主做唔对，迄甲我无关系，我拢对神错啊，神未讲话，拢是人咧做。是不是你无影对事？你爱记，你就该强调啊。神也未讲话，对吧？啊，有个乞丐咧共讨的，这边安怎处理？啊，乞丐咧讨这边安怎处理？庙神那边安怎处理？那处理？地位啊，袂使讲话，袂使讲话，不要去回话。庙同那边安怎处理？妙路边啊，处理。我怎么处理？不能去相信啊！那虽然有地位，莫听到心痛哇！啊，某年讲处理就要30000啊，唔知要安怎？你着某年你欠，你着去甲我讲者就好啊！啊，找这理由咧甲我讨钱，是毋是？干咩呢？释迦牟尼佛讲布施啊啦，要三轮体空才有功德。什么叫三轮体空？没有压力，没有执着，没有怎么样回报，对吧？那如果你布施到有压力，你的内心有清净吗？没有清净，怎么会有功德？怎么会有功德？功德不自就是常住清净心吗？自性是功，平等是德嘛？自性清净就是功，众生平等就是德。现在不是这个告诉我们了？那你布施带有烦恼，自性有没有清净？没有，哪来的功德？骗人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要有智慧不？要有智慧阿边？修道要有智慧，唔忘戆戆布施，是不是啊？台湾全省安尼庙开几啊百个，开几啊十个，即卖拢伫遐咧放。亚香对拜尔，拢无咧传道，你看有啥物意义？较早我还记，我去一间道场，因为伊灌道的，对啊，去大陆开一间庙，足大间的。即马大陆了，即马起完的时，大陆唔可以运作，就讲我要倒来台湾去。人讲啊啦，老母来世间，咱太使互伊无厝通去住。伊讲有啊，你去起一间较大间，就袂通住，是毋是？对无？啊，你若早知啊，起咧台湾才通住，你毋着两早起咧台湾，是毋是啊？啊，是人类还是天类？那是神明咧算，伊毋知影讲遐会袂当住嘛？是毋是啊？
是你还蛮没讲做神，是不是来未来去未去拢会知嘛？对吧？人家较有修行，屈指一算就知影这有劫啊！啊，你煞唔知影这去了未用的，对吧？各位，这拢找借口，伫咧满足自己，这好无？啊，但是嘛，戆戆人提一堆去讲乞丐经啊大经，是不是？有意义无？哦，真修较要紧，真修较要紧。比如讲三圣祖东归离归现归，安怎讲？现归敢比咱较细经？讲底下未发挥，伊要来帮桥，去看怎啊帮桥怎啊发挥去。你看神明敢要带大庙，所以老母甲我讲一句吼，大庙无正神，我即马终于相信，因为拢无咧做代志。对，正神拢在即种有咧发挥，有咧办道，各办了有清有正道场咧发挥。你看咱三圣祖都是安尼，有影无影？有影。伫圣人讲了，真真实实，互恁看到。新人讲话会较好，很可以。新人讲，对吧？啊，莫怪伊无爱住遐，对吧？啊，新人伊敢真正，人伊咧天顶足舒适个啦，对吧？伊来今仔来新人讲办事是倒来，一人就转去啊，咱是毋是？搞不坏倒来时，咱则是金碧辉煌个，是毋是啊？你讲我有一届安尼在办桌时，迄一个同僚个，哇！恁新人讲啊，金碧辉煌，我那有那么油擦个，人家金碧辉煌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我这台湾那么有才的人，那我要金碧辉煌。伊讲无，我看到那金碧辉煌，对吧？而且咱看未到世界，是不是？各位道亲，所以正神正道来这个世间是要来度众生，不是要给恁拜拜。伊敢要给恁拜拜？伊敢欠恁拜？不是，伊是承愿而来，要来度众生。每一诸佛菩萨拢是承愿而来。弥勒祖师弘祖大愿，嘛是入愿来世世间的。老母娘下凡人间，是要来辅助弥勒成大道，嘛是入愿来世间。诸菩萨对老母娘来，西方不留一佛祖，无极不留一神经，全部随母娘下药定，要来辅助弥勒成大道，这种立愿承愿而来。每一尊拢是承愿而来，承什么愿？度众生之愿。刚好拄到讲，哇！今麦娑婆世界咧富足，我要来遐奉供养拜拜，安尼你爬袂起哩啊！你可能会当落来，你无咋当。你要相信师父这句话。相信。你会当落来，你袂当当哩。因为你已经去梵天，甲你。污染去啊，所以你袂当等，是无？所以老母娘正讲，伊啊目屎滴啊。六万一年前脱身于离母底下，神主即马足侪拢无等伊，为虾米？因为去互凡尘影响着，是毋是？所以会当落来啦，袂当等。啊，不过恁在座有足侪人是几啊年前落来，几啊万年前落来袂当断的，即马有机会拄到老母娘要来度恁，爱把握机会免，爱免，爱，哎，佫袂用把握机会，即世佫无断的啊，你未来无机会，你着佫等天地重开啊，毋知佫等偌久啊，啊，谢谢免，哎，好，今日课程讲到这，来，大家请合掌。感恩天人上人母敬老庙天明降道于圣人宫。感恩弥勒祖师弘祖大愿慈悲普耀人伦，感恩贤圣师尊建立圣人宫，予咱有道可求，有道可修，有道可行，了愿成道。南无弥勒佛，好，下课。